脚中间，这个球传球啊，传的质量并不好。哎，这球啊，这球啊，门将啊，门将的处理球不果断啊。门将的处理球，杨松是利用了海南人水鼎立队门将李本杰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啊，帮助球队再下一城3-0。一国旗分队进球，进球队员是2号杨松，场上比分为3-0，一国旗分队领先。